今日阿子華嘅買飛啊，開買卡就爆滿啦，所以快冧咗。你自己有冇都想冧咗咩？我入境都入唔到。係咩？咁即係買曬噶咯喎。咁我唔清楚。恭喜佢咯，我恭喜佢咯。我自己都得一張咋，我問佢可唔可以俾多幾張我，佢話唔好痴心妄想喎。但你都係睇佢條面先知佢係最後一次董事，你一早認知啦。在他宣布之前其實他都有跟我們說的，咁當時我已經跟他想要多幾張票，咁即係我都知道比較難的啦，因為每一次問他都其實沒有一次是答應我的，咁其實我預咗係唔得咁去問嘅，咁但係我戥佢開心啦，因為咁多人想睇，係咯。但係大家都知道你同子華咁熟，你自己都逃唔過俾人哋係咁追問有冇飛啦。哇！唔好再提啦，真係我每日都有收到好多 message 叫我幫人買飛，即係每場買一百張啊，或者係第幾場第幾場尾場又買幾多百張啊咁樣咧，跟住哇！我直頭喺佢宣布，我知道佢邊日宣布嘅。我喺嗰日宣布嘅時候，我就直頭係 silent 咗我電話。咁我係 miss 咗50個 message 到啦，我諗得罪咗好多朋友啊，因為佢。